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 今天呢，我们在洛杉矶西南部的 Rolling Hills 这个非常富裕的城市来参观托尔兄弟的样板房。那么这个城市呢叫 Rolling Hills， 它呢是 PV 半岛四个城市当中的一个，人均收入非常非常高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小区呢是一个铁门小区，单进单出的，它位于海拔非常高的地方，可以俯览整个城市的风景，并可以眺远洛杉矶 downtown 的风景。我们今天要参观的这栋呢是 Fairway， 它是第一栋样板房。它2019年呢被评选为 Home of the Year， 就是说在这一年中最受欢迎的、设计户型最好的一栋房屋哈。它是一个平层，4房3.5卫，4525尺。那它目前的售价呢是378万起。那这个小区呢，它的房子间的距离非常的大，而且大部分的地呢都是很大的占地，并且享有非常漂亮的景色的。整个小区呢是在一个高尔夫球场的正上方，后院呢不仅可以看到高尔夫球场，还可以看到远视的城市景，甚至有一些地呢还可以看到一些湖景等等。好了，现在跟我一起去里面参观一下吧。平层呢，它的举架是12尺到16尺，所以可以看到客厅这一边呢是挑高的16尺，整个空间呢是非常开阔的。那同样呢，它也做了拉门，可以直通后院的。那么后院呢，因为海拔非常高，所以它可以俯览下面城市的风景，并且下面呢就是一个 golf course， 所以可以看到高尔夫球场地的绿草茵茵。来，去外面参观一下。这个城市呢平均人口收入非常富裕哈。那这一边呢距离 LAX 洛杉矶机场只有20分钟的车程，它的交通呢也是非常方便的，并且周边配套设施非常的完善，
那这个小区呢是铁门小区，24小时呢都有警卫把守，非常的安全。它的物业费呢只有400元每个月，400元换这样的风景、这样的环境，还有24小时的警卫门禁，不算是太贵哦。那么 Rolling Hill 这个城市呢，它的居民以白人为主，亚裔比例呢占差不多25%，整个城市人口呢只有8万人左右，人口呢不是特别的多。它的学区呢非常的好，2017年呢评为全加州第9名，2019年呢评为全加州第7名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小区呢，它的高中有两个选择哦。上一次看头班的 Mina 给你们介绍了一个私人的酒吧，那么这次呢，我们有一个私人的酒窖，在客厅的角落里呢，有这样一个空间，可以收藏你很多很多的美酒哦。那有了私人酒窖，必不可少的当然就是私人的酒吧吧台了。在这边，你可以调制，尽情调制自己喜爱的鸡尾酒来喝。那这一栋跟 Lazio 它的区别呢，就是主卧呢是位于客厅的正后方，那么主卧呢也有一扇拉门可以直通后院，而且呢主卧这边的洗手间里面藏有一个非常大的衣帽间哦。
那么 PV 半岛呢是三面环海的，它地势很高，很多房子呢都是有海景的。那么这边的千万豪宅是非常非常多的，并且 PV 半岛这边呢也有很多游客慕名而来，选择来这边远足啊、潜水呀、骑自行车啊，或者是来照相、观光等等。那么这边呢可谓是宁静致远，居住起来呢也是非常舒适的。那 Rolling Hill 呢？它为 PV 半岛中的一个城市。那么这个城市呢，它的人均收入非常高，居民素质非常好，邻里之间相处呢也是非常和谐的。那么这边呢，自家后院便有繁花，眺眼望去呢便有繁华。往这边走呢，便是高尔夫球场；往另一个方向走呢，就是我们的太平洋啦。这栋房子呢，也基本都是全对称的设计。进门右边的后面呢，有两间卧室，共同连接着一个洗手间，适合家中两个孩子或者是双胞胎。那这边洗衣房呢，它非常的大，可以摆下2到3台洗衣机，这样不同颜色的衣服也可以同时清洗哦。PV 半岛这边呢是非常温和的地中海式的气候哈，那这个半岛中的 Rolling Hill 呢，它这个城市呢是非常的独特，非常有气质的，非常的宁静安逸，而且又非常的不张扬，那么是很多隐形富豪的首选之地。那么并且这边的学区的优良是很吸引人的哈，那我刚刚说有两所高中，那它的公立学校呢是在加州排名非常非常靠前的，可以选择就读。那在就读公立学校之余呢，还有一个排名全洛杉矶第一的贵族学校 Chadwick 高中也可以就读。那么这些种种的一切呢，吸引来这边投资购买这个非常奢华的住宅哈。这个城市呢，也是南加州很多很多人梦想拥有一栋房子的梦幻城市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。如果你对这栋房屋感兴趣的话，记得联系我哦。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，就赶快订阅一下。我是 Mina，感谢你收看我的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